一张纸了以外，给我看可以给我花吗？给我刷个礼物。嗯，秒到榜一，我给你拖一趟，不知道秒榜一，刷个火箭我给你拖。看好热，看不到你钱包我不热，看到你钱包我就热了。谢谢松出来的吻，谢谢松出来的赞。这个嘛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衣服自带的，带了一个这个。不是他让我脱外套，所以我才不要脱，我才怼他的。为什么扣分？不说穿的好好的，还让我脱外套、脱衣服，这不是有毒吗？他还不让女朋友脱外套呢，脱衣服呢，让女朋友走大街上脱衣服。谢谢宗犬的我们。欢迎这孩，关键没有女朋友。谢谢松柴的荧光棒，我也开玩笑的。我也开玩笑的。我要是生气，我就把你禁言了。我开玩笑的。谢谢松柴的荧光棒。你有厉害，谢谢送出来的荧光棒。一万贵宾，我第一次一万贵宾，估计这辈子才一次一万贵宾。谢谢送出来的吻，欢迎 A 哥。我是大家女朋友，大家给女朋友下了班卡吧。今天女朋友需要过超越粉团。欢迎宪哥，欢迎天才。我祝你结婚收到的欠条，你要不信？还好我不想结婚。当当当，当当。那一问之前放松的浪漫身后，为我你做一个梦，外面的风一堆动，说什么都 wanna know。 我想要翻过山峰，谢谢送出来的荧光棒。帮你穿梭，没有人能打扰我，早已做我的王国，就关闭了所有讯号，戴上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，再见了我的脸上经过和莽撞，再见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，满是 love for you，再见我扬起的船帆，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，都将朋友圈的佛佛了，被我风凉话的圈子听好了，我不会被有结婚犯法屁哦。你跟我乱说就是讨厌，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，别乱了，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，放下吧算了，以前的我也很堕落，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，躲在了角落太懦弱，机会偷偷流过，我指缝被抓住，想成为大家的焦点，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，慢慢的长路向前跑，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。放松的慢慢身后，为我另有一个梦，变得早已的懂，说什么都 wanna know。 等你不能和幼女结婚，未成年结婚社会不成，我不是未成年呀。
欢迎宪哥，我们有班卡可以送你，今天还差好多好多班卡，过超越粉丝团，咋回事啊？都十分钟了都没有人给我送一张班卡，送个班卡吧。六块钱一张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一包烟买不到，一壶酒买不到，六块钱就可以买的悠悠的么么哒，买的悠悠的开心，买了我们的超级粉丝团的荣誉，还不快送出你的六块钱的办卡吗？要结婚了，结婚了，对，两孩都上小学了，一男一女。那我唱首歌，办卡，你先办卡，我给你唱歌。办卡唱歌，你唱歌主播都没这么便宜。你走过偏远地带，轻轻上下飘的雪。你走过心中真相，怎么知道爱的风雨？选牌子，为什么要选牌子？欢迎哥哥。又结婚了，爷亲级。结婚了，离异带两娃。熊总回家，熊总晚上好。没有打卡打架卡，今天双倍幸运度啊！双倍幸运度，我感觉我头发怎么又长，眼睛长长了，然后去剪个刘海。哦，不是我刘海在意，是刘海以外的头。欢迎星空下的风。打牌。两娃男孩女孩，一男一女，龙凤胎。你说生娃要生龙凤胎多好，生娃要生龙凤胎，我的天哪，一男一女多吉祥。生，你在做梦呢？你咋这么美？不知道呀。不过我以前小时候觉得长大了以后生娃一定要生龙凤胎，长大了之后现实让我知道了生孩子一定要只生一个。欢迎谢哥哥，谢谢啊，赵海送出来班卡。欢迎宪哥哥，谢谢。就是你想一下，一个孩子他上学是不是什么奶粉钱啊，什么这钱那钱加在一起，我的老天爷，两个娃，那我搁这儿，我就搁这儿，我这辈子都得葬送在这俩娃身上。肯定需要买奶粉呀，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就是男孩子就要结婚就要挣奶粉钱呢？奶粉钱不就是买奶粉吗？又不需要你花钱。你们会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呢？结婚以后就女方就不挣钱了吗？为什么不挣钱呢？大家都平等的，为啥不挣钱呢？男的挣钱女的也得挣钱，大家一起挣钱岂不是乐哉？反正我以后结婚了，我还是得赚钱，我不可能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，再怎么样也得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事情做，不然的话天天脑子吧不都不知道想什么。
谢谢宗柴的吻。本来就是啊。对，太闲了会出事，天天在家里面。哎呀，不是琢磨哎呀出轨了，就琢磨哎呀这个女同事跟了他一起怎么样。但是我要是在工作，我要在忙的话，我哪有时间琢磨他呀，我自己都忙得呼呼的，饿死去了。很过分。我没有办卡可以送一下，我们今天差办卡礼物或者背包礼物，就差最后超级粉团，就差最后三个任务就过了，一人贡献出一张办卡，真的，我们十二点之前要凑齐这180张办卡，不然的话超级粉团就没有了，我们就没有荧光棒，也不能保存荧光棒了，然后我们就没有我们的团团了。都贡献，你还没贡献，赶紧贡献一张。我记着你呢，从刚刚开始我已经记住你了。谢谢园长。就没有那个，就没有荧光棒的加成了。就是有差的粉团可以保住荧光棒，保住粉丝牌不会掉漆。有时候你没有时间打卡的时候，粉丝牌就不会掉漆，然后也不会那个掉下来着，也不会那个，就是荧光棒也不会少。他有超级粉团的话，七星六星天都是1.5倍的亲密度，可能有的没有牌子肯定不在乎这些，但是有牌子哥哥还是那个一下呗，还是帮我过过超级粉团任务吧，我们保一保。所以说还差多少？180张办卡，很简单的，或者是背包礼物也可以，背包礼物过三轮，360块钱背包礼物过三轮。3399，1000块钱。4个摩天轮。怎么？我们刚刚是从500张办卡过到100多张办卡的。300多张都办过了，就差最后100多张了。欢迎向哥哥。白云卡不算啊，只算普通办卡，星空卡的话算背包。就是冒险家和吴老家里面的那个不算。从前就是这时间，360啊，对，120张办卡，还不要180张办卡，我算错了，120张办卡减去14张办卡，110多张办卡。看过岁月不懂错你，你好呀，我唱歌不好听，你想好了？不对啊，360吧，180张办卡呀，我没算错呀，我刚才以为算错了呢，你都已经送过了。那我唱歌不好听，我唱歌不好听，我吓走观众。去飘，谢谢松柴若琪。你刚说120张慢卡，我刚看爸爸说120张慢卡，所以我也跟着120张慢卡。上面那个任务。不能，他就只能过办卡任务，办卡就只能过办卡任务，背包只能过背包任务。我们出去 PK 一下。等一下送办卡，送办卡或背包礼物。
你好，晚上好。好，现在送转运完，惩罚拉杯了。谢谢送彩云。对面声音有点小，等一下，开个局吧，哥哥们。开了吗？十分开局啊，1块钱。哦，欢迎黄老师。有鱼丸可以送一下。欢迎大家，晚上好。现在有了吗？现在送彩云过吗？我今天是不是还有个活动啥的呀？哎，开局了！现在送彩云丸。我们有办卡可以送，我们需要办卡和背包礼物。谢谢天空哥哥的玫瑰花，感谢天空哥哥，我们就快追上啦，天空哥！谢谢送彩云丸。谢谢黄老师，黄老师下一局，黄老师可以不？等我，你先开一局去。感谢渣子哥哥的办卡，谢谢渣子哥哥的办卡，谢谢。哇，没有办卡，麻子哥，麻子哥好久不见呢，麻子哥。谢谢松彩六六六，欢迎大家。你送办卡不行吗？你非得送六六。麻子哥，我现在还有一个超火群，麻子哥。谢谢松彩办卡，谢谢。还有我的微信大礼包，麻子哥。谢谢。麻子哥哥，要不要补三个火箭，再把小糯米的超火群带走啊，麻子哥？欢迎节操大师，谢谢蓝哥，感谢蓝哥的办卡，谢谢蓝哥。把帅气的蓝朋友带回家，欢迎情心不切见，欢迎大家。哎，又该我了。欢迎张灵玉，欢迎大家晚上好。欢迎夏哥哥。嗯，这大鹅怎么办？大鹅怎么办？过段时间吧。现在送出来办卡，我还差办卡，办卡可以送一下。嗯，不买不买，麻子哥，不买不买。欢迎探探险，那你今天给我打个卡好不好？麻子哥可以累计的，麻子哥哥，你好久都没理过小糯米了。欢迎 K， 欢迎大家，晚上好，哥哥们。欢迎现在哥哥，现在送出来了，送超火能进，可以啊，哥哥，送超火就是直接我的私人微信，还有我的那个所有的舞蹈群，还有我的那个。微信的大礼包，哥哥，谢谢送出来办卡，谢谢吃吃。欢迎我的名字柠檬檬哥哥，名字哥，好久不见，名字哥，名字哥要不要进我个超火群？名字哥，哇，这都是我之前的房管哥哥。欢迎小保安，欢迎大家，欢迎1米2，欢迎大家，这都是之前给我刷过2个火箭的男人。谢谢。欢迎小罗尼，欢迎大家晚上好。我有办卡可以送一下。欢迎谢哥哥。咱们有没有哥哥救救小糯米啊？蓝哥救救我吧，在。这是假的。一天顶不住，天天就顶啊！一天顶不住，天天就顶不住。蓝哥救我吗？救救小糯米吗？欢迎别低调人生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小猪，没有办卡可以送一下，不然他差办卡。卡了，哥哥们。没有哥推他塔。哥吧，谢谢松彩的，晚上好，哥哥们。谢谢松彩的 Rocky。什么？垫了多少？你可能没卡我微信吧，哥。你卡了微信，你就知道，太真实了。那
让你知道，让你领略一下什么是真实的大。欢迎左慈，欢迎大家。谢谢松柴班卡，谢谢园长。是不是哥哥们？是不是卡了微信的哥哥们？谢谢点赞啊！谢谢。我靠，太欧了！欢迎赛哥哥，谢谢喵酱的半卡。今天怎么这么欧啊，欧巴？谢谢欧巴的梦幻芭蕾，被黄老师看呆。黄老师不要怕，黄老师。谢谢我欧巴，感谢我欧巴，谢谢我欧巴的梦幻芭蕾，哇塞，太帅了吧！这什么情况啊？今天这个梦幻不是今天这个舞蹈家有点行啊，有点。欢迎守护兽，谢谢我欧巴的梦幻芭蕾，感谢我欧巴的梦幻芭蕾，而且还是推上塔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强的吗？快把大哥牛逼打在屏幕上哦，哥哥们，谢谢点赞，感谢。这是推塔的，欢迎线哥哥。这么欧是我没想到的，来五手吧，哥哥们，啥也不说了，看手势。这么欧，来五手，你们可以直接卡我微信了，哥哥们，要是出了，欢迎姚十三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微凉，欢迎大家晚上好，欢迎画梦，谢谢关注啊，感谢大家。我爸走了吗？第一名要摇人才行哦。是的，没关系，我爸，你这会儿还在吃吗？还是那个中场休息啊？欢迎十三哥哥，十三哥哥要不要点个舞啊？谢黄老师的点赞，小姐姐休息吧，小姐姐辛苦了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会儿我从那个11点开始，就是开始疯狂拉票啊！咱们今天超粉团第一名，哥哥们差多少钱？我们今天超粉团第一名差多少？差4万块钱，45000的礼物。然后呢，距离第三名要是超上来。马上也超上来了，第三名也超上来了。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是保二争一啊，哥哥们，你下了，你狗在卫生间。好的，谢谢欧巴，欧巴辛苦了，欧巴，你快去吧，欧巴。那个时候等会我11点多的时候再叫你了，那个时候最激烈的时候。欢迎笑红尘，谢谢欧巴的芭蕾。哎，咱们到底有没有哥哥卡个微信，让你见识一下啥是真正的大呀？什么这要进一天只能看一会儿？蓝哥，你不至于身体这么虚弱的，蓝哥。再说啦，我是在 PK， 又不是在跳舞。蓝哥，你别这样。谢松柴班卡谢利亚，欢迎大家。我们需要班卡哦，班卡或背包礼物。欢迎新来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晚上好。我进。谢松柴六六。你还以为啥都没说？对，因为手机它有那个延迟，就它会一堆小礼物刷过去之后，你才能看到大礼物。出了的，欧巴太欧了，11发入魂。信仰的文字还把什么？谢谢送出来的鱼丸。这一跳还得了？咋的，是不是怕我跳到你心里去了，蓝哥？就这么点勇气啊！欢迎百事不灵，欢迎大家，谢谢点赞，感谢。欢迎荒芜，晚上好，哥哥。我要是那样做，还估计粉丝要掉一大半。你不是还在那个啥？谢谢松柴的鱼丸。卫生间苟着吗？我爸在隐身啊！我说我看了你一会儿，我说我这直播间好像你不在我。榜上不在我的那个哥哥，欧巴隐身了，他是一个穿了隐身衣的欧巴。哎呀，欢迎我宝贝儿哥，宝贝儿哥你来了，宝贝儿哥哥，小糯米可以飞向你吗？宝贝儿哥哥，能不能给小糯米一点时间飞向你呢？宝贝儿哥哥，欢迎游，谢谢点赞啊、哦，欢迎大家。你去找大师兄打妖精，你不在行，打什么妖精啊？要爱护他好吗？这样的小妖精，
你以后还见得到吗？这样的小妖精，让我这么可爱又这么 sexy 的小妖精，那我溜了，小姐姐辛苦了。不背了吗？啊、哦，不背了，不背了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打比赛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嘞。欢迎谢哥哥，没有打卡打下卡，我们还差一些半卡。什么？谢谢送出来的吻。有办卡可以送一下或者背包礼物，也差不多了，还差三个任务了。欢迎线哥哥，你吃饭了吗？嗯，中午吃的。欢迎线哥哥，那也冷吗？冷，我都开空调了，开了热风。欢迎线哥哥，你有点关注我，等一下关注。等一下，他这个 ，Hello， 贝贝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九年前买的，好古董。小姐姐，我能把倒立传给你吗？嗯，我下一把不 PK 了，所以你要是赢的话，你直接把它去了呗。好。嗯、那要是我输了呢？你要输了再说吧。好，现在送出来，嗯，就过一百票再说吧。那过程我们就举重还是钻水管还是扩胸？钻水管呗。好，你放歌，你放音乐吗？你放吧，你放吧。好，我放一首。嗯。欢迎养了一只猪。谢谢送出来女仆装，我没有办卡可以送一下，超粉才需要办卡。无名叫我干什么？十分可以开场，现在喵赞了舞蹈家，可以开网吧了。这个是惩罚，他得赢了才能转过来。但是你现在学会了抽奖。现在送出来的荧光棒，啊啊啊！因为我以前叫悠悠。现在送出来赞，你在我直播间叫对面主播，你是不是傻？你在我房间扣人家主播名字，这是惩罚。一会儿打游戏买电脑，这两天你想打游戏就买，这两天就这小宝。其实一个人打游戏太无聊了，一边打游戏一边来直播间聊聊天。谢谢，谢谢松出来的激光眼镜。你现在已经77级了，丹丹。谢谢，在放飞梦想。谢谢松出来的鱼丸。谢谢荧光棒，谢谢哥哥的荧光棒。谢谢升到七级粉丝牌牌。去年11月份做的，你是不是开了其他小号了？是不是刷其他小号了？现在噔噔噔噔噔，欢迎线哥哥。
77集80万吧，80万有的吧。哦，后面不玩了。花线哥哥，对啊，最后三个任务来，三个任务就过拆粉团，就最后三个有办卡可以送一下，或者背包礼物。老爷说了，现在看女主播已经没什么意思了。老爷说现在。最有意思的就是抽三个任务，一个任务是60张班卡，三个任务是180张班卡。好像现在有些大哥他已经迷恋上抽奖了，他对看女主播已经没什么兴趣了。哦，你今天用了小水杯，办卡可以送一下，一人一张也是爱，可以换卡 RM 了。没有，哥推一下他。怎么？爸爸去哪了？因为刚刚打。欢迎八级大狂风。你这边抽了1100，然后中了多少？我看到你打卡了，我猜你应该是在我房间抽奖了。谢谢关注。没有，哥推一下他。推塔了，推塔了。玩玩九九，感谢关注。谢谢松彩的粉丝卡，那咱们推塔就休息吧。我到4分钟吧，反正不累。嗯，好。中了吗？欢迎线哥哥。噔噔噔噔噔。谢谢松彩的吻，我们需要背包礼物或者办卡礼物，有办卡或者背包送一下。拆粉团就差最后三个任务了。欢迎哥哥，谢谢松彩的吻，休息吧，休息吧。好，谢谢。倒立惩罚，欢迎哥哥。为什么蜘蛛侠？不在，欢迎哥哥。谢谢文师的玫瑰花，谢谢谢谢虫虫。哎呀，你应该给我送办卡的，我们需要办卡。谢谢虫虫的冒险家，需要办卡和背包礼物，感谢虫虫。谢谢小宝。好，谢谢小宝的气球。没办法，他是这样子，因为他爆率比较高。谢谢苏传一个慢、啊，因为他出的奖在玩兔子，没办法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。他这个因为谢谢苏传的荧光棒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爆率调的特别低。欢迎线哥哥，我们差粉团还差办卡和背包礼物，办卡背包的送一送，兄弟们，这下最后三个任务了。很快就过了。呀，悠悠。说的话就就背篓吧。好好好，那我背篓、要快点点，让礼物跟不上你的速度。真的假的？电脑那个惩罚反应不过来嘛，然后卡。谢谢松彩办卡，谢谢消灭。还差40张办卡，有办卡可以送一下。
卡拉露丝哦，欢迎卡卡，卡卡晚上好。卡卡，你再晚点来，我就下播了，卡卡。那样会去世。如果突然小宝，如果突然点出来一个大礼物了，你就可以停了，因为很欧之后会贼黑。谢谢松川荧光棒。黑一段时间。对，谢谢双倍亲密度。我现在是歪脖子。办卡真香，还差40张办卡，还差262。谢谢我小宝的粉丝卡，四十、啊、又回本了，160张办卡。什么歌手下塔？这歌的不跳舞，投一下塔就差一点点。你这个还不算黑，你这个真不算黑。为什么是倒着的？这惩罚。手已经剁了，手已剁。可以可以。谢谢哥哥。偷偷塔吧，就差一点点。谢谢松揣的鱼丸，谢谢。我为什么是倒过来的？因为我是蝙蝠，我是蝙蝠啊！对面竟然不反抗，就差一点点。谢谢松揣的鱼丸，谢谢。哦，传出去了，我终于。你需要给我定惩罚吗？要不你背楼吧。啊、行好。谢谢松出来鱼丸，你为啥不早点松啊？背谁啊？就背小宝，背着小宝上一楼，回头看一眼没有丢，亲一口，背着小宝上二楼，回头看一眼没有丢，亲两口，背着小宝上三楼，回头看一眼没有丢，亲三口，可以吗？谢谢。好好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欢迎线哥哥。噔噔噔噔噔，谢谢送出来的吻。啊，还差三个任务咋办呢？你们送我办卡吧，有办卡可以算，背包也可以。你们好像很不在乎我的超级粉团，超级粉团是大家的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我的天哪！11点。谢谢松彩的礼物。不算礼物才算。欢迎线哥哥，现在冲出来 Rozzy。 噔噔噔噔噔噔，欢迎线哥哥。不算礼物，
刷微信怎么可能会算礼物呢？免费礼物都不算礼物，只能算免费礼物。谢谢松鼠荧光棒。欢迎 JJ。别送舞蹈家，送班卡。哦天哪，太难了！舞蹈家里面的班卡不算那个任务，像你们爱送不送不都算。
谢谢送出来十张班卡。
谢谢送出来半卡，谢谢一酱的喵酱送出来十张半卡。谢谢一下的喵酱送出来的二十张白卡。谢谢。谢谢谢谢喵酱，谢谢。欢迎宪哥哥。
晚上好，拜拜。谢谢小铲铲的班卡。谢谢呆呆的十张办卡，谢谢，谢谢呆呆的三十张办卡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呆呆的三十张办卡。
开战最后86章，要想送的就送一下。我们介绍分段最后一天，送一下半卡，让大家记得下一次。
次的下次。
前是忠实忠粉，只不过是会弄女孩，显得可爱一点，没有带刺的小刺刺做出来的吻。
些救援的美感，我们需要美感，我没包里，我没有带卡，但现在可以顺下拍走。今天超越分团最后一天。慈悲上线，我把荧光棒送一下。荧光棒在礼物的背包里面，操作出来的话可以升级粉丝牌。
想出来的飞机香。Yeah.
接的一下耳机。你为什么没有见过我剪刘海的样子？好像第一次是吧？因为我平时就走的人设就是甜美可爱一点的男生，所以我一直都是有刘海的。
是要定要提醒我一下。好，那个投票节目，上次可以听见我说话哦。
拜拜，我等几点钟分，你是我扇牌子，让大家再等下子。昨天一样的什么？